唱前面一个唱后面应该会很，于是他就说那他待晚一点，然后我就说那我早点到。孩子唱错了，哎呦怎么这样子啊。我等你，好啊，这样我两个都会看到。那第二首看我，我就老三首啊。老三首就拿老三首。那我就走了。那你想听什么嘛？你想听什么？哦，你是熟女啊！拜拜，反击回去，反击，反击回去。因为我的脑子里是没有别的马六熊的，所以我想不出任何的名字。哇塞，哇！我跟你讲，就是这样，在后台玩玩，等下上台就会唱出。哈哈哈哈哈！好，我是想唱出那个。水电工，修鞋，好了好了好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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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想到就微笑，每个特别却很重要。你会想念我吗？在我转身以后，当这世界。